后手那分，你吹不到我呀，吹前反。石亭，石亭能啃死这个。停停，哎停，你别停啊，哎。什么意思啊？虽然还是赢了，但他是什么意思啊？石亭他也停了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北最近六把吃了四把，西王者上把加61，好像变少了61。这个先淘汰掉，哪有人一开始就想着奔烂分去的？一开始就想着烂，开摆不是好事。炼金科技沃里克，手里一个装备是契合的，另一个装备不太契合。二费成双有点赌，没有的用的话，真的就直接烂掉。二费成双我赌什么？男刀辛德拉装备，男刀辛德拉都可以，狼人也可以，稳一点吧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现在燃烧，没三一，先要输，而且要输很多，最好是有三约。现在狼人是非常吃装备的，狼人刀妹都是目前版本里面究极吃装备的，真的。哎呦，这么无耻啊！坏了呀！过分了呀，兄弟！完了，攻速啊，两个还行。那你随便拿吧，两个很贵的攻速，我都要的。你挑一个吧。他还真拿攻速，兄弟。他不拿拳套，不拿大剑，真拿攻速。正在路上，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地牌了，为什么地牌呢？是因为我不能接受一胜一负，我手里两只狼人可地，然后随便出个五炼金两狼人我都能转连胜。正常一般玩的话是不会在这里地牌的，就你们在玩基本上不需要在这里地牌。为什么在这里地牌？是因为这种局的节奏比较快，我如果一胜一负，我这把其实就死了。看一下啊，他没卡我狼人，我就不卡他男刀。那你看他卡了我一个扎克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只能卡你的男刀了。我出个五炼金或者两星狼人我都能锁，所以要抵，这波是要抵的。两只猪能不能卖呀？差一块钱我好想卖呀，但我感觉他马上就会来的，下个人口就是上猪了。他两星太浓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好说话的，你卡了我一个扎克，我并没有卡你的，我并没有卡你的这个泰隆，是吧？他也应该能明白，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他不可能卡我的狼人的。我装备有点次，转连胜转早了，其实我需要点好装备。这么次呢？开战吧！四跳，先对一下位，这家是目前最强的。我对了位，所以他打不赢我。哎，等会儿有内鬼，他搬了一个最漏的过来，但还好还是打不赢我，我质量太超前了，我提前地的。他们现在他们是在三杠二地，我二杠五就地完了，我质量有点超前。现在一家挺强的，小地一下吧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奎因呢？找条路给我。后退一格，这个后退一格很重要。啊，是。
哎呦，他换的好快呀！不是同一家吗？是同一家吗？哦，不是同一家。炼金真的太好用了，我玩狼人必带炼金的，不带炼金我不会玩游戏的直接。大家记得玩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时候地不是取决于你稍微段位高一点的，就你什么时候地不是取决于阿北给你的攻势的。我做视频一般会给你一个，比如说这个阵容要在3-2地，对吧？或者什么这个阵容要在4-1地。但其实你如果想要打到很高的局里面去的话，你就得根据情况来决定你什么时候地。这波先对他，另外两家是烂的，不用看。对他搬走这个位置，他应该是会换位的，比如他直接对我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找到他。他换位一瞬间我也换，他直接顶我的狼人脸，有可能没顶。这几家是打不赢我的，尽量多入他们一点血，把他们血量压得更低。我想要水银，没有水银狼人会炸，没有泰坦我还能接受，没有水银会炸。这里要合掉一件装备，你想要打压制就得合掉一件装备。看一下这种莫甘娜马上要打他了，你不合装备你打不赢的，包括这个黑白魔也是不好赢的。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吗？把这个莫甘娜搬远一点，往这边搬，往左边远离我的位置搬，千万不要搬到这里，求求了，真的。啊，这么精准，那输了呀，被这个炼金搞输了呀。好兄弟们，我鬼叔能不能赢啊？鬼叔有点空间呢，鬼叔烫死了，帅，可以。我鬼叔烫起来，他输出太低了。这波野怪的装备一定要包得好。黑白魔，哇，怎么又冒出来一家这么强的？这家也太强了。男刀，我们还是一样放这边。狼人后退一个，不要吃黑白魔的第一个鬼书。然后等他这边的时候，狼人不用后退，他换过去，换的好快呀！哎，又换回来了。两家黑白魔，我老是看歪。另一家黑白魔，扔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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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白魔也不好打的，但还好我狼人没吃到第一个鬼术，没吃到第一个鬼术就能赢。让我打了一波8连胜出来，但我手里的狼人数量有点堪忧，黑鹰数量也很少，是个隐患。我想继续保持压制的话，要在4-1地掉。下几家打谁呀？哇，这家开战吧！小条路给我，我们跳起来吧！两只，低了38块钱，两只，好像有点少了吧？这家很强的，这家这个布隆非常强。我没有这波提升，我打不过他的。我提了3个良心，这波不提是打不过他。所以，什么叫压制节奏呢？就是不是说你觉得要提了，而是你得去看外面。这波是不是该踢？比如我刚才看完，我要打那几家都很强。开战吧！你受到压迫了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这波还是这个位置吧。
这波有一定概率会断，因为我想直接冲出三星的，但是手慢，年纪大，手比较慢，真断了。那就挺伤的，这不，我感觉我三星也打不过这一家，这东西有点克我，说实话。这准备开啥羁绊啊？要盲开吗？现在是这样的，五个羁绊打一回合，有其中有一个羁绊会跟你上面五个羁绊相关。然后我要五羁绊的话有点难，我盲开也可以，盲开吧。锦鲤发条。发条吧，我这波断得很伤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既然断了，这里就不用急了，留点钱准备上七。我这把数量还可以的，手慢主要是，我手快一点，那波就三星了，三星应该就赢了。这个阶段首先盯着还是攻速，然后这个大棒对吧，然后两家黑白魔，两家黑白魔是没有全套的需求的。开战吧，把他们抓住。开战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最后几下有点上头。最后几下上头了，其实确实上头了，烦哦，真的没有的，地道上头了，地道上头了，破损秒表。秒表狼几秒，四秒，做个节目效果吧，这把烂分怎么样都有的，好吧，做个节目效果吧，也没能试过，等一轮装备啊，就等个屁啊。秒表狼中，大不了就没分嘛，大不了就第四嘛，大不了就第四。行啊，并不够，并不是很捞，还可以，你们觉得呢？四秒少了一点，我当时不拿就是觉得四秒少了一点，但目前来看好像还行，我这是两星的，四秒的时间让我把它船长挠死了，多了四秒，而且我是有时间叠羊刀的，等它触发这个破碎秒表的时候，五秒钟我的攻速应该是在 2.5 左右，这个就已经很快了。秒表狼石亭有点东西，兄弟们。嗯，现在我的问题是没有三星以及钱不够多，但我后面不能再递了，我不递也不行，我还得递，这个狼必须得三的。两种合法，一种是饥渴先驱加夜刃，一种是还得递。坏了，兄弟们！哦，完了，只能这样的呀！五杠一还没三，我两只狼开局，二杠五两星。很早就八只，四杠一八只了，五杠一地道空还没算。哎呦，完了，那没分了，兄弟们，熬死三个吧，熬死三个，吃个分。早点说你会来，我就不地了呀。该对位了，地王该对位了。石亭。
男刀跳这里，我还好没站底角，我不站底角他就不会切我的奎因，你们可能不相信是不是，站不站底角是差很多的，虽然他还是来打奎因的，因为我有个叶刃。试听了，听完了已经，怎么说，听完赢了4700，伤害没有泰达米尔高，没有机器了，有人吹我，有个零分在这里。哎呦，你这我最后一秒换你也能吹得到啊，有点东西的。石亭，挠他船长。对了，石亭打这家很好用。这家排我一次入四只，帅。攒点钱，我现在上期不着急了，因为我上期也就是一个空。哎，这波可以着急了，我来了个挑战转，巨杀，巨杀挑战转，挑战转，巨杀挑战转，那我就可以上七了，六条了。我想开四金密的本来。不地吧，不地了，不地了，无挑战就无挑战，不地了，不能再地了。我真的上不去八了，上不去八是没有上限的。这把分应该是已经有了，这几家熬个第四应该没问题，他们血量太低了。精美站位，究极无敌精美站位，我金克斯送给你。哎，还有机器人的，哎呦，完了，不妙，哎呀，哎呦，完了，别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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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，走开，哎呦，出大问题了，究极无敌精美站位被机器人破了，别控了呀，我没水银啊，哎呦，完了，哎呦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得子，究极无敌精美站位，结果有机器人。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机器人这种东西，太让人难受。这黑白魔不烂掉吗？好兄弟，这黑白魔不烂，不烂的屎屎的，你这黑白魔不直接烂掉，你怎么可能扛得住我，他一走我分就有了，然后我熬八能扛，你怎么可能熬得住我，直接烂掉，我六挑金密狼。哦吼，石亭清完了，石亭的过程中清平了。圣杯狼，圣杯狼的加身是加生命。我上八的提升是什么，兄弟们？我现在也没东西可以递了，下面全是空白的。我上八的提升是什么？上八提升是上个发条，空挂一个，要个精密的，要个石亭的控制。没有提升，不比水银厉害。你这把要是有个什么布龙这种东西就控歪了呀。狼人水银是必备的，我得把它抬了。我想想，石亭，他会第一目标打我，但我又不能不吃这个。三星莫干了，我就这样吧。后手零分，你吹不到我呀，吹前海。石亭，石亭能啃死这个。停停，哎停，你别停啊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，虽然还是赢了，但他是什么意思啊，石亭他也停了是什么意思啊，莫干呐，差点没回上来，不是就是没回上来，不然血路的。塔姆会被吃，塔姆这波站位，这波站位很关键，我想要对他的这塔姆站这边。他有机器人吗？他还真有。我不动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机器人这个位置又是最远的。别别别，机器人机器人，仁慈一点，拉这个拉这个，
对了，还好。好，停，挠起来，挠刀妹，对，帅，石庭狼，他把刀妹挠死了，顶级石庭狼，兄弟们。下家是随机的，两家都带机器人，哎，真的烦，这个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真的烦。下家是随机的，我刚打过他，我赌打他，打他的话，我赌打这一家。石庭，你来砍我，我直接停了你。好，砍我，没事，准备停，停，停。哎，你怎么又停了？你不能停，你要回血的，你要被流死的。没事，他双 C 已经倒了。究极完美对位，这波是完美对位吧？刚才打他那波没完美，因为奎因被拉了，但这波是完美对位。下一个是你的，抬一抬，抬一抬。好，刀妹，我已经前二了，我不会吃了吧？我应该不会吃，这刀妹太呛了。但我还有一个提升，我的提升点是什么？我直接照他名流位，有一点难吃。长啸悲惨吧！他莫甘娜可能会来对我，他不动我就不动。好，刀妹过来就对了，停停停，挠，对，帅，刀妹倒了，他刀妹不吃名流，要么就不吃名流，要么你就会一直被我这样针对。机器人打他有没有用啊？机器人没什么用。我直接对他脸了，哎，你想吃我，我就知道他上了个两星塔姆想吃我。我直接对他脸，他戳我一下我就把他挠死。哎，别别别去那边，别去那边。哦，但行，还行还行，他被戳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波不妙，这波不妙，这波情况不妙。完了，不妙，情况很不妙，情况究极不妙，我狼在哪里啊？情况很不妙，情况又妙了，情况又妙了，情况又妙起来了。我塔姆也能限制他，这塔姆我不想换了，这塔姆能限制，究极限制。我这个塔姆现在缺的是血量，其实我得活下来，老吞他，伤害无所谓，我得吞他。这个保镖是加护甲，直接合个两星布隆给塔姆吃。这王者就不会三连击吧，这也太舒服了。盲换啊，这波盲换，他不可能对上我的。对，好，这个位置很完美，双指法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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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挠，哎，还行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我还是挠死了，这刀妹就被限制的很难受，这不乱杀，叮，吃，三连击，王者级三连击，兄弟们，六十一。